给你们看一下剑之智能，今天刚发的抖音。那个狗呢？一二三四跳三分钟。是这个吗？我不玩剑姬是因为我有过剑姬素材，已经没啥好玩了。要不玩把剑姬，整一把吧，整一把，整一把，起码整剑姬吧。剑姬得带打气开雕啊。提供一个杰斯巨杀，我这个皮尔特沃夫之魂有点浪费，说实话。我这皮尔特沃夫之魂有点浪费，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因为我很容易三 P 的，它就是等于给你一个巨杀加一个杰斯，这个是光装备，正好能把我这些垃圾装备变一波，我会拿一。大买特买，我要拿这个一，这个一对我来说很重要。重刀，等等，操，完了！羊刀有没有用？光羊刀打杰斯的话，光羊刀应该没用。晚了一步，我靠！我只要递一张这个就行了，所以我觉得很容易。这个皮魂等于说浪费的。我如果现在没有这张艾克，我应该就要这个皮魂了。嗯哼哼哼，能输输两轮，输不了算了，输赢无所谓。再杀一个，加油！你可以的。哎呀！大剑留一下，大剑留一下，光明装备变个那个输出装，这两件变肉装。手臂可以赌金克斯，金克斯最合适的还是捡垃圾，赌杰斯是最好的，杰斯的上限高。手臂的上限给金克斯，其实拉到顶了也就跟杰斯差不多。我觉得枪手要个贵呢，他们想要什么？我要这个吗？最高胜率的装备应该是，为什么是个饮血艾克啊？我不明白，他妈怎么会是个饮血艾克啊？高胜率装备应该啊，我不能理解，兄弟们能理解吗？饮血艾克，就猪妹的那个林东枪手转，我都是可以理解的。猪妹的救赎我也能理解。为什么 S 级装备是枪是艾克饮血剑啊？这个有什么用啊？我不能理解，恕我不能理解。杰斯主 C 的阵容，艾克的饮血剑有什么用啊？正义，没啥用。光巨杀，最好的，最好的光巨杀。血量压力好像有点大。杰斯当主 C 是没问题的。前进之路还行，不是那家落的吧？应该。艾克秒了他，我再冲一圈。哎呀，完了，被满路了。我操，变的东西好抽象啊！杰斯来了，不赢无所谓了。接下来，冰甲，
看一下，不给太多，看会不会输。有机会。冰甲反甲，我认为现在反甲是大于冰甲，我的理解，反甲可以直接做你，因为现在全是尼拉，尼拉都是征服者，征服者都是带暴击，反甲是抹除暴击伤害，反甲是大于冰甲的。看什么代吧，主坦反甲是大于冰甲的，启动型英雄冰甲是大于反甲的。OK 吧，林东是 S 级装备，枪手 S 级装备，林东，他是会变林东的这东西。输的有点太多了，现在问题是，狂徒反甲加林东，很有实力，听着很有实力，有没有汤房吗？没有，我今天好像一直在玩枪手。兄弟们，狙击手是不是还不错啊？狙击手杰斯，他那一炮开的挺远的，可以的，我觉得，我也觉得可以的。然后再找一件光装备，然后这三件装备出来会出个无尽之力，再变灵动，没问题，没问题，不着急啊，不要慌，我还没收过菜呢，兄弟们，我现在价值多少？30块钱。哎，完了要收了好像，操，这人怎么这么弱？不想收，不想收，不想收。好，好，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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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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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对。我靠，太对了，哥。要猪，直接拿猪，直接拿猪，没啥说，直接拿猪。刘思或者猪二选一，我优先拿猪吧。舒服，舒服，舒服。工业工、破甲工都还行，都可以。破甲弓给金克斯就行。你既然是潘多拉玩枪手，那么就应该找最好的装备，最好的装备肯定是最爆的装备。收收收，价值40块钱吧。哦，光分裂。35攻击力，100%。20攻速，哎，光分裂好像还行，哎，你们感觉呢？那我说实话，我觉得光分裂还能接受，我觉得光分裂可以接受，100%攻击力反弹，我就等于是一个范围伤害了，要了吧？那要了吧？操，感觉可以的。啊，这东西要变灵冬了，这个东西要一个青羽，是吧？我装备就齐了，变个灵冬出来。光分裂还可以，因为杰斯本身攻速是不低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加攻速，这个加攻速，这个加攻速，我的基础攻速也不低。分裂吃狙击手吗？吃的呀，不然拿这个分裂干什么？分裂肯定是吃狙击手才会拿的。狙击手就是一切，你越远他伤害就越高。有青羽的保姆就不要了。哎呀，那能不能变得出来是个问题。我要卡尼拉，没有提升啊，递了一堆对子没拿吗？哦，我可能漏了第一下那一张是吧？好像是你拿，我没印象了，有点漏了。回来的第一张是吗？要追三星杰斯，我得起诉。打到大后期，这个阵容是打不过你哥的。格斗家能变枪手转吗？我要简易传播吧。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这波是简易传播，因为如果我拿了格斗转，意味着我要上八开四格斗，不然我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提升的，
然后格斗转变枪转也意味着我在四阶段一个强势期的时候我要浪一个金色海克斯，对吧，它要变很久。而四阶段在这版本内呢是非常重要的，这版本打的就是三四阶段，四阶段尼拉都起诉了，你浪个金色海克斯对自己来说是个很大削弱，而你又没有太大容错，经济也就那样，所以这时候最高的最合适的就是当下立刻就有的减一输出鬼术之境。我们坚信 S 级装备更好，没问题，相信 S 级装备没有问题，我总能变出来的吧，这个也就那样，其实对尼拉被尼拉扇两下应该就没了。我四枪是有面板的，259伤害，有面板的情况下分裂弓就很厉害，给个船长吧，赛恩，我要船长，哎，真能给船长啊，太帅了哥，七人口船长来了，男枪不要了，艾克顺手追卡下排斥而已，三不三不带装备了，对吧，艾克不潜行去也 没关系，我想把他先卡出来，三星流斯不然排斥没了，不是三星这个先卡出来，那流斯先不追吗，流斯真没经济追，确实没经济追，把他卖了你就更难低到杰斯，不是不玩尼拉能有分，而且其实比玩尼拉要稳，因为尼拉你崩了就没了，不玩尼拉一般没同行，但你吃不到鸡，这是关键。林东是辅助装备库，然后呢变不出来，不会吧，变不出来我裂开了，变了这么多人了，完了要输了，哎呀，剑姬，真没有吗？这个怎么是奥恩神器啊？等会我想想。啊？啊？没有灵动吗？不会吧？真没有吗？我一直浪了一个装备，要么算了，我浪了半个彩，要么算了，我正好也没容错，我不变了。大亨好像真没有，兄弟们。你的国王回来了。反甲、兵甲。大亨凯，大亨凯，好像还真没有。我真不知道，操！我现在很迷茫，我不知道到底林东有没有。这是装备弄得好好不科学啊，很奇怪弄的。这么久了还没有出林东，我还真不知道有没有了，现在我想把这几个递出来，然后捏两星船长，这是对我的最大提升。林东是奥恩装备，等等啊，我这个是什么装备啊，显得我很呆，我这个是什么装备啊，尼拉外面没有，这把没什么尼拉的，我前排不够漏，我得三了，我得三了，这人顶不住了，狙击手也是奥恩啊，对啊，我这就是奥恩装备吧，啊，设计师能不能搞清楚一点，我都感觉我要死了，我得给上去了，我感觉我要死了，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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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了一整场，好骗，这不会打不赢吧，这剑姬不会打不赢吧，哎，真打不赢，操，玩不动了，这也打不赢啊，
那就吃个分啊，真的好难啊，吃点分真的好难，兄弟们。考虑了一下冰甲船长，还是给他突突，让我不可遇。你什么装备都能用是吧？僵尸分身之间，上面两家是什么？挑战剑姬。这里给皇子打，然后他是安全输出位，猪去对这个位置，对，他是安全输出位，然后只要把这个打掉，他就会开始输出他这个剑姬，没问题。能不能搞到前二是个问题，他们血量太高了。两家剑姬，这把没有尼拉的，这46、67，有家冒火的，我排他可能要死。32分。伊尔吉沃特，你的国王回来了。4分。这一波只要把他点死，这两个是最薄弱的，然后我的输出位就只能直接能给这个剑姬了。 OK， 输出位给剑姬，剑姬把他秒了。好，剑姬秒了，沙皇死，赢得很艰难嘛。11,027，可能能前二。重伤，他没重伤好像，哦，他有重伤。前置船长，早点开船。8点血。泪痕太多。重伤卡特，OK， 跳歪了，他这波必跳歪，然后重伤只要能挂上剑姬，这把就能赢。船长开出来，直接船，剑姬秒掉。杰斯的伤害是很爆的，但是杰斯要找他的薄弱侧，切死两个之后，直接打他的剑姬。哎呀，死了吧，死一死吧，死一死吧，前二了。OK， 前二了，帅。40连吗？还有什么？沙皇差的有点多呢。3。帽子拿到了，补个伤害吧。这波好换啊，他皇子抓这个位置，看船长这个大招呢，但他还是会大我这边，我的杰斯还是安全输出的，我只要这样设置，我的杰斯就一定是安全输出的。船长开的晚了一点，伤害还可以。这个剑姬两艘船秒掉，帅。怎么吃，怎么吃是个问题啊。38血，他的容错也太高了吧，说真的。他会觉得我会换回去，他还会不动，但其实我打了，尚未判断，但还好我艾克切到他沙皇了，应该秒到皇子，秒到皇子，秒到皇子。船长来了，好船，好船，好船，剑姬血还很多，船船，又一砸一手，帅。我靠，有点刺激。他有没有什么三星的东西啊？日炎是最合适的，那这个日炎给谁呢？
就给他先烫上再说。虽然很蠢啊，他自带重伤给他日炎，但我一定要保证这一波给他烫上，因为就最后一波了。剑姬，剑姬，剑姬，剑姬怎么进来的？剑姬怎么进来的？啊！啊！怎么这波剑姬能进来的？他怎么进来的？我觉得我已经收了。最后这波剑姬怎么进来的？我靠，这么辛苦打他这么多。哎，这剑姬怎么飞进来的？设计师，这剑姬怎么飞进来的？艾克带进来的。